焕新出彩，拥抱非遗之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为您推出的大型非遗文化传承创新节目《非常传奇》。我是主持人鲁健。非遗文化来源于民间，生存于民间，传承于民间，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像非遗文化这样这么贴近人民的生活。所以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开启一段文化之旅，带大家感受非遗的魅力。好，接下来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到场的三组传奇焕新团，他们是明星合伙人、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演员张小龙和他的焕新搭档，北京工美集团首席设计师、高级工艺美术师申文广。大家好。大家好。明星合伙人、演员张馨予和他的焕新搭档、新生代时装造型师王吉武。大家好。明星合伙人、新生代音乐创作人马伯骞和他的父亲、美国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前院长、建筑设计师马清运先生。欢迎两位。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啊，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到创意表演大秀的环节。在黔北地区哈，有一个这样的绝技，他们单凭一根楠竹就可以横渡江河。当年呢，达摩祖师呢是一苇渡江啊，在当地呢，他们可以做到一竹渡江。那今天呢，在我们的传奇项目的展示当中呢，就有这样的一位纤纤少女踏江而来，一起来欣赏。我不是一个有天分的女孩子，更不是一个安于平凡的女孩子。漂泊的人生是我的选择，更是我的责任和使命。尽管夏天的太阳毒辣，冬天的河水冰冷，尽管千千万万次的掉进水中，我仍然想用一辈子去传承和守护独竹漂。今天的表演呢，有尝试融入高空和竹子的这样的一个结合，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独竹漂。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水舞台，我们想给自己一个挑战，也很期待我们接下来的表演。要干嘛？
来给我们先做个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叫杨柳，来自贵州遵义，我是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竹飘传承人，我学习独竹飘已经17年了。才24岁练独竹飘就17年了啊，这也是童子功。另外两位助演嘉宾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刘欣。我叫高林。我们是杂技舞蹈演员。两位你看多甜蜜，手牵手，关系一定不一般吧。好八卦，我们我也想知道。我们搭档已经12年了，然后也从搭档变成了夫妻档。哇，关键长得都有点像了。哎，还你别说，真是哈。对，所以他们的表演也真的是配合的超级完美。嗯，突然看到他们舞蹈有一个感觉什么呢，男演员就是杨柳脚下那根竹竿，女演员就是杨柳，我觉得他们的演绎杨柳的人生一样，用一个舞蹈。哇，小龙老师解读出这么多内涵。而且我觉得导演组用心良苦，完全想象不到在一个这样的舞台能把水搬上来。太用心了，值得点赞啊。好的，那我们谢谢两位年轻的老师，希望你们今后这个艺术道路长青，好吗？可是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就是无法想象的残忍，各种摔呀，在水里边他的手腕现在已经勒破了，然后我们战胜了各种困难，非常完美的演完了。那我特别想听听您的故事，就是您在什么原因下，什么情况下接触到独竹飘的。嗯，我是从7岁开始接触独竹飘，因为独竹飘在我们那儿是一个健身器材。哦，健身器。对，然后我从小也是比较瘦弱，就不长个儿了，然后学习舞蹈的我呢也挺那啥的，奶奶就决定把独竹飘交给了我。然后我第一眼看到独竹飘的时候也是觉得特别的神奇，一试就爱上了，真的是独竹飘给了我舞台。太棒了，从一个不自信的一个状态变成了一个自信的状态，我觉得这个非常棒。真的，您看起来确实是比较瘦，那比如说像我是超过100斤了嘛，那是不是就比较难去练习了？也是可以的，因为要看竹子的浮力。听出来了吗？就是说像你这样的，我们有准备千年老竹啊，也是可以的啊。小龙老师，小龙老师，那得万年以上的竹子。我觉得鲁健得用竹排才可以。对，我得原始大木头。哎呀，说了这么多，来，谁想体验？这也能体验吗？这必须体验呢。对，我们泳装都给大家准备好了，那谁想上来体验一下的？来来来，请心雨到台上来。哎，我去保护一下吧。行行行。先从简单的开始，小心伤到我们。先点地，让他是吧？对，点地，上一只脚，再上一只脚。还好，还好哈。来，第一级难度，往前走2步，眼睛往前看，抬眼，用感觉。哎。哦。不用我，我看这意思。我在这里。行。我们现在加难度，这样其实你可以慢一点，可以先转180度。对，然后再转180度，不要一下转360度，我觉得那个我就要360度，真的。等一下，等啊，再试一下。哎呦，太难了，太难了。从容，呀，还不错哎，哎，好，定格，1、2、3、4、5，哎，可以可以，哎，相当不错啊，掌声鼓励。小龙要不要挑战一下这个360度？太难了，这个真的很难。可以，你可以，你保持住5秒了，嗯。我好像发现转的稍微快一点点，好像反而稳一点。对，会稳一点。啊，嗯，我刚刚慢转的快一点，你看有已经有诀窍了。对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没过来，没过来，小姐。哎呀，不行不行，来再上一层难度，还有没有？啊，是，其实还有一个难度，还有一个动作是吧？这个动作呢，在站稳平衡的那个基础上，慢慢的抬脚，抬后腿。最好的就是把这个竹子，怎么可能？哦哦呀，这个难度有点大，我在平地上我都下不去。来来来，我们试试哈，这招叫白鹤亮翅。小心，抓住脚，抓住。哇哦，哦哦哦！哎呀，行行行，哎呀，可以了可以了，抬起就不错。
小龙啊，要不要再挑战一下？太难了，这个太难了。我能做这个，我觉得，但是我的软度没有了，可以后腿看不着了，但是都抬起来。爷，不行了呢。哎呦，这舞蹈功底还是能看出来点，可以，很棒了。好的，那我们谢谢两位嘉宾，请两位嘉宾回座休息。三位设计老师，你们有什么想问的吗？你一定有观众，因为你是在做演绎吗？对，表演。就是你的观众在哪儿？我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通过咱们的自媒体的方式，拍一些自己想做的一些创作，然后发到网上让更多人看到。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走到哪儿就落地到哪儿，然后只要有水有竹就可以进行表演。你真的太棒了，独竹飘飘天下，哎，哪里有水就飘到哪里，对不 对？我刚才看的画面里头，杨柳有那么多的吹笛子的，拿剑的，就她已经完全变成了我们古代的女侠，竹尖立在竹子上，那完全是我们用威亚才能达到的效果呀。对，就是因为传统的水上漂，就是第一眼看起来会很新奇，但实则漂来漂去也会让人乏味。然后我就想在这个基础上融入我自己学习的一些舞蹈元素，把它融入在里面，配合音乐和剧情把它演绎出来，也成就了今天的独竹飘演绎。我想把我们中国很多的文化元素都来和水上独竹飘进行融合，让更多的人看到，让咱们的独竹飘划出国门，飘向世界。哇，我鸡皮疙瘩都出来了，我觉得您已经不需要我们的，对，您已经做到了，就是把它给多元化，然后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文化了，你太棒了。所以杨柳它不仅仅是传承这个独竹飘，它其实有自己的很多创新，嗯，它已经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艺术想象，然后呢有这种不同形式的这种情境的这种展现，对，很有想法。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杨柳哈，请台下先稍作休息啊，谢谢。这边谢谢。第一次尝试在这个舞台上，然后竹竿是固定的，其实还有一些动作没有发挥得特别好，我希望我回去了之后再好好的练习一下，以后会更好。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反排村，这里有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排木鼓舞，它被称为高山上的 disco， 既热情奔放又肆意潇洒。有请传奇项目推介人。这次是把反排木鼓舞带到舞台，就是舞台化，原生态跟现代土的洋的结合在一起，等你们看我的表演你们就知道了。如果说是传统的反排木鼓舞的话，我觉得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我觉得反而不怎么会跳舞身体不协调的人可能会学起来更简单，因为它都是同手同脚。因为我就是不太会跳舞的那种人，所以同手同脚对于我来说特别简单。老师说你跳起来看起来很合理吗？跳到最后就越跳越嗨，越跳越兴奋。哦，这个音乐挺棒的。哦，这个音乐太棒了。这种氛围就很棒。而且你听这个声音是很现场的鼓的音，还有他们身上的那个铃铛的音响，这个就比较抓我的耳朵，就那种带有一点点质感。对。
这啥玩意儿？哦，这啥玩意儿？换频道了。这段表演我觉得让整个我们的舞台都热起来了。好，我们先请几位嘉宾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反派木谷舞的推荐人张新雄。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大家好对不起，大家好，我叫什么来着？大家好，我是今天的非遗助力员李天琪。啊，因为就是跳得太卖力了，就一直喘，然后气没上来，所以就献丑了。大家好，我是非遗助力员张玉。张玉，我认识你。啊，是吗？你给我带来过很多的欢笑，对。然后我很喜欢你之前那个发型，今天为什么没有那个发型了？那个头发吧，不能长期做，长期做它就会被烫糟，所以我就直接把头发全都给剪了。哦，那个太可爱了，太适合你了。因为其实木谷舞给人的感觉就是感染力非常的强，就想让人一起加入进来一起跳那种感觉。你的舞蹈也是给人很大的感染力还有欢笑的，所以我觉得是很合的，所以今天你们这个舞台就会有一种很完美的呈现。特别开心你会喜欢。谢谢。那平时这个舞蹈你们都是什么时候跳啊？一般现在搬到舞台就可以说天天跳可以。对呀、啊，如果是在古战节的这个时间的话，过去过去的时候啊，13年一次，13年才能跳一次啊，这么隆重吗？对对对，关键是这个节目它怎么能融合的这么好？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反派木谷舞确实天然带有 disco 基因呢、啊？对，我觉得土元杰哥很少就是说融在一起，我觉得今天他们很有激烈的。这个舞蹈其实呢，它这个动作还是很有特色的。对，对吧？就是我说。我觉得像同手同脚这个感觉，木谷舞的这个动作也是来于生活。这怎么会来于生活？我觉得生活当中顺手顺脚的很不是。如果说哈，在农活的时候干活的时候，一个是秋收的动作，有一个是在甩种的动作。当时是这样的哈，把这个田犁把平，这样用脚把这个地抹平。对，然后。插出去，哎，插，对，哇，我觉得老师这个好难啊，有时画了又踩下去，踩下去，这样，哎，两位舞蹈高手，我怎么觉得在您的带领下变得不协调了呢？这一看就是没干过农活的表现，对不对啊？对农田太不熟悉啊。那秋收呢？刚才里边都包含了吗？四方的那个大斗，然后呢是。这样，哎，秋收要把这个谷穗要打下来是吧？打下来，对。啊，这个，所以刚才说秋收要用腰嘛，啊。然后这两个动作呢，合到一起是，这样了。啊，对对对。这动作完了以后，古战节飞跳的这个反盘木舞的动作是最激烈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哇。哎，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其实今天我们这个非遗形成都是来自于田间地头，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普通劳作。对，这个节目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两位年轻人他们参与进来，应该两位都是九五后对吧哈？九五后的年轻人，而且他们完全是一种现代风格的这种表演。但是刚才大家也看到了，跟我们的反派木谷舞他的这种节奏啊，各方面。哎，特别的吻合，所以从你们的眼里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非遗传承项目，你们是怎么看的？其实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怎么去推广非遗，
首先它和我们现在生活融入到了一起，因为我觉得现在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出挑，特别喜欢有意思和好玩的事情，就比如说和朋友见面的时候可以拍那种视频嘛。然后刚刚我们跳那个反拍木鼓舞，它有一个特别有魔性的一套动作，我可以给大家跳一下，就是大大大大大，就是大家可以就是见面的时候啊，先来一种这种仪式感啊，对对，就是首先让它变得特别有意思。所以今后我觉得你们可以多合作一些。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我们两位年轻人今天的助演，谢谢。其实说到反排木鼓舞，现在呢，最起码在反排村，我觉得应该传承不是什么特别大的困难吧。以前就是我们村里面才有几个人跳，跳出来，如果你始终在村里面跳的话，人家也不见。这几年也是进校园了，反排木鼓也进校园了。进校园了，嗯，我们台江县，还有我们反排小学，还有县里面的小学也有，初中，或者高中都有。我觉得这个创新是一定要有的，因为每一个工艺，每一个这个非遗，它其实都是就像刚才老师说的，是源于我们的生活。但现在呢，我们的生活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生活了，而是说要结合我们现在人现在反排村的生活来去把它进行当代化。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我们更应该去做的。从我的角度而言，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我比较能下手的地方。因为像我也刚刚说了，就是我刚刚有说，我特别喜欢原汁原味的，就是没有被包装过太多的东西，因为它这样才会给予年轻人的想象力。好的，那看来呢，其实大家应该都已经有想法了哈。我们先请新雄老师呢在台下休息，谢谢。接下来这个项目可厉害了。这是一种民间艺术，但是它传承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清代的《百戏竹枝词》里面有这样的描述：“观者如堵墙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看这个表演的人群呢，像一堵墙一样围在那儿啊，探头探脑，大家就可以想象，这就是中翻。有请传奇项目推介人。我叫张少杰，中国杂技团国家一级演员，今天借助这个平台。也是要努力的推广，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它，去继承它，去喜欢它，让他们知道在他们的背后有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文化的优秀东西。不能管知道肯德基、麦当劳，还要知道我们中国有8个菜系。所以我们这义不容辞，要把祖国的东西、优秀的东西继承传承下去。所以这方面呢，冯文武和他的爱人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这个确实值得点个大赞。大家好，我是中翻推荐人冯文武。现在的政策比较好，我也有了用武之地了，所以说我更热爱我的这些非遗项目了。诸位，说起咱们老北京，有个老天桥，老天桥有10样杂耍，各有各的绝技。今天咱们在这儿展示一下老天桥的绝活——中翻，没别的，大家伙儿鼓鼓掌，加加油！好。哎。
常的瘦，鼻子直炸，太难受了这个。哇哦！谢谢谢谢，非常精彩。你好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我们请几位嘉宾老师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张少杰，老天桥大刀张第三代传人。哦，张老师您今年贵庚？我今年新中国同龄人，71岁。嚯，这看不出来。您是这个张老师亲传弟子，对对，是吧？我叫冯文武，冯文武，冯老师。张老师除了教您中翻以外，还有其他的吗？除了大刀啊，什么弹弓，我们做艺先做人，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教徒弟，这边也有我徒弟，看没有？啊，这是您的徒弟啊。啊，那边有我媳妇儿，还有我哥，都是我一家子的。哎呦，哎，到您这儿进一步发扬光大呀。哎，对对，啊，还有我们那个老师，我一看都跟我学的。确实，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非遗项目的这个传承啊，特别需要一代一代的这样的这个坚守。好在我们今天看到在这个舞台上特别令人欣喜的就是发扬光大啊，开枝散叶，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我们这个传承的队伍当中。好，那我们请其他几位呢先台下休息，请冯师傅先留一下好吗？谢谢张老师。哎呀，好，希望您身体健康啊。好的，谢谢谢谢。我们先问问心语吧，你看刚才的这几个表演怎么样？感觉惊心动魄。对，因为我是发现有好几个部位都可以，就是在这里的时候，就是牙齿顶，还有牙的鼻梁子啊，我已经啊，然后到鼻梁这儿，我突然就摸住了自己的鼻子，对，鼻子牙，对，突然老师又用小拇指开始顶起来，我就觉得太厉害了。对，还有那后腰，这叫过去宝三的三小绝活之一，叫老虎大撅椅，这个我练了中翻将近30年了。我觉得每一个动作应该都是经历过上万次、上亿次的这样的一个练习，才能形成今天这个精准度。尤其是这个往后顶的这个动作，对对，刚开始都得砸破了，会儿就是经常会受伤。对对，刚开始视觉效果太棒了，而且是我觉得，跟前头几个表演不太一样的，就是非常纯，真的是老北京的市井。我想问的是，承接它的过程中保持这种平衡，对吧？对，平衡的这个跟天气啊、跟风啊、跟这各种的因素都有关系。我们这属于室外的一个项目，冬天呢一定要活动开了，才得练这中翻。中翻呢，它遇上风的时候看怎么练，大风怎么练，小风怎么练。哦，这一定要有技巧的。这真是夏练三伏，冬练三九。虽然现在这个传承还是不错，但是这个项目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挖掘和推广的空间。申老师啊，有没有激发您的一些灵感？所以我其实还想问一个小的问题啊，就是有没有说适合一般人或者普通人来去练的这种器材，或者小号的呀，或者是改良过的，有吗？有，我们在中学有教课。那是孩子们学的是几米的？他也是6米到8米的，啊，他们初学就学这个呀？能举起来吗？那么可以举。其实小孩的力量相当大的，主要得掌握平衡。嗯，把平衡掌握好了，就技巧就有了。而且我现在还给他发展什么呀？踩着高跷练中翻。哎呀，这个难度更高了。那难度更高。哎，这些活都在高跷上可以体现出来。就是不断的有创新。对，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有创新。好的，非常感谢冯老师。那接下来请您台下休息。好，谢谢谢谢谢。一说起来，这现在年轻人看不见这些东西了。我们在坚守这些东西呢，不光为我们，为后以后的后代人去能看那些这东西就不容易了。这是一种传承的命脉，不能让它失传。接下来这个项目呢，可以这么说，让泉州的慢节奏文化搭上欧美快节奏音乐的快车。我们有请传奇项目展示。男音呢，创新很多的尝试，比如和交响乐啊，和民乐啊，但是和流行音乐，我觉得这是第一次，所以呢，还是蛮期待的。
出庙宇废话大可不必，避开不起人生总有得意，有我心能提笔，心能最有妙计，盛世浮沉各有意，我们顶天立地。心愿之巅书写我的诗篇，时过境迁历劫成万无边，碧海蓝天浩瀚无边，流明花烟，拉开历史序幕，这是我的态度，故事是顶是周人的美玉，云山八月路，面线糊肉粽土笋冻，萝卜咸饭进度，满满幸福感洋溢，送进古城的千家万户，六圣塔我的毅力为郑和下乡，阴阳街道为求平安，双手合十虔诚对着关公祷告，洛阳桥历久弥新，书写万古安澜的地设天造，八面红土掌响九州大地，余音缭绕，时光漫道名和利，风雨交集愁断续，百万雄师越戈壁，马到成功声名去，千里之行匹马一挥手，上方宝剑一声凛然正气，一路向南行出永垂名，威武不屈，不离不弃。心中不断调和过滤，心愿之巅书写我的诗篇，时过境迁为灵芝成万无边，碧海蓝天浩瀚无边，柳眉花眼先请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音传承人庄丽芬。庄老师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泉州的吴玄辉，我是个音乐制作人。所以这样的一个合作，确实让我们也是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南音呢，作为一个曲种，大家也不是很陌生啊，但是呢，要细说起南音，我们还得请庄老师再给我们普及一下。南音呢，被誉为是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2009年呢，南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入选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南音呢，是由两汉、晋、唐、宋、中原移民把他们的文化带到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和当地的文化呢相互交融，形成了泉州南音。所以我们庄老师刚才听到他的这个南音呢，真的是声音清丽高亢啊，仿佛有金石之声。宣辉应该就是土生土长的泉州人是吧？对，我就是个泉州人啊。那你从小应该也是听南音长大的吧？是的，我从爷爷那辈就开始给我熏陶南音，然后再加上小学刚好南音进校园嘛，然后我也有幸能接触到南音。对，那你怎么会想到把这个南音和现在的流行说唱结合到一起？年轻人遇见这个文化是觉得它很遥远很陌生，我是希望说把这个文化融入到我创作的歌曲里面，能带动更多的年轻人，也带动更多泉州以外的朋友乃至世界上的朋友能够认识泉州，只有更多人了解南音，对我们的本土非遗传统文化有认同感，
有自信感，让呢我们的泉州男音才能够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弘扬。在座的各位有谁会闽南语的请举手。对啊，没有一个人会。我会说一句，我一说你们肯定知道驾崩是不是。驾崩什么意思？我还真不知道。吃饭啊，驾崩啊，叫吃饭啊。啊，对。那我还会呢，真的。爱呀，夹尾羊啊。爱呀，夹尾羊。这样，我们要不然现场我们教几位学两句这个闽南话，好不好？可以。我也学习学习。可以，比如刚才唱的元宵十五，就四个字，元宵十五，闽南话叫做元宵十五。哦，然后男音的演唱呢，他每一个字要求字头字腹字尾都要求得非常严格。我只会说东北话，晚腰腰怎么哦？最笨的就东北东北哦。啊，对，还不错。代表晚腰掌。嗡、哦，是这个音啊，嗡嗡嗡嗡嗡嗡啊，远香法嗡，来吧，小马哥，晚晚宵杂，哦哦，怎么没声了呀？都不错啊，哎呦，您这太宽容了，这一听就是。啊，客套话，都发成这样了，还都不错了。官方了，官方了。接下来，对于这个男音，伯谦，你是音乐人，你对这个是怎么感受的？我觉得这种模式是很好的，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呢，还是一件事儿，可能你们没有过多的时间去沟通，去融合。反正我在你的古典听到了808，你有 trap 电子 synth 打的，你自己说唱，包括效果器都听到了。那么它本身这个东西它是成立的，老师您的音乐也是成立的，对，所以我觉得没有找到这个 perfect balance。 当然我一样的，我说这个一定是一些限制，去如何去找到西方音乐和东方音乐的一个所谓这样的一个最完美的平衡点。我觉得这个的责任啊是在我们身上的，我们并没有做得很好，所以我是觉得有一些遗憾，但是这个是我们的责任。谢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观点嘛，然后我也接受他的观点，这样的作品还需要更多的打磨跟沉淀。我也才21岁，我觉得我还有好多年能够去把这样的作品去升华，把它做到无懈可击。艺术上的这个创新呢，确实还是有难度的，因为它既要守住边界，又要突破禁锢。因为你这个创新是要解放思想的，你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在做这样的尝试，我觉得这种尝试是可以解放思想，大胆的去试的。我们怎么样传承传统文化呢？我们一定要保护它，保护得好。那一种就是我觉得是寻古了。其实台湾我们看过一个就是汉唐乐府，他们唱的就是南音，他们特别像我们一幅画《韩愈载夜宴图》的那种给我们的画面，就像电影电视给我们的画面冲击，让我们喜欢传统文化。再一个就是融金，就当下的这种文化的融合对撞，更多的年轻人通过这种时尚的形式把传统弘扬出去啊，我们都一起来帮他助力，能够更好的让大家伙都舒服的去接受他。谢谢小龙老师。其实我觉得确实我站在庄老师身边啊，我真的和大家有一样的完全一样的这个感受，就是我觉得中华传统文化包括这种传统音乐对于人的这种美的那种浸润啊，真的是从内到外，就是他静的时候，静静地坐在那里的时候，就像泰山之静止。但是它发声的时候，那个声音出去如滔滔之江海。好，那非常感谢我们两位嘉宾，请两位台下就坐休息。以前呢，男音更多的是一些老的观众群呢，这几年来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新的面孔，有很多年轻人开始学唱男音。所以我觉得男音的传承呢，是越来越好。好，今天晚上的四组创意大秀呢，都已经表演完毕，接下来将进入我们的私密讨论环节，各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接下来，请换新团进入私密讨论区。
每一样其实我都是很敬佩、很喜欢、很感染。你说说你的想法。对反反木古舞有更大的倾向，因为我本人非常喜欢苗族文化，我觉得那里就是中国最淳朴、回归自然的一种生活状态。但是你知道吗？我知道中帆肯定这次没人选，但是我刚才看到那位爷爷他坐在那里特别期待的那个眼神，我又特别想就是。我待会儿我给你听一些就是中国传统乐器做出来的很牛的歌，我自己都做不得，但是我能够分辨出来什么好什么。直觉，我那个竹那个东西只能把它打造成网红，你知道吗？但他刚刚说的一点有点打动我到我，因为我觉得他说他想开一所学校，首先要当网红，不要干别的。但是你到后面他想开一个学校，我觉得这是值得被支持的。我觉得反排木古舞在中国的顶级的艺术院校都在跳这种舞蹈哦，无论如何他不会没有。男音也特别好，其实真的是每个都挺好的，而且每个脑子里都有想法。其实我觉得男音是很好听的，其实它是一个很高级的，就中国过去雅文化的一个传下来的。是的，我们可以回头结合一些宫廷的记忆，比如刚刚说的景泰蓝啊、雕漆啊，然后融入到我们将来比如说对外的这种交流的礼品当中去。对，就是也本身对它的一个传播嘛，用非遗去传承非遗。对，这个概念好，对吧？我们来这个节目其实我们的初衷是什么呢？我们看他们的表演时我们觉得非常的惊心动魄，然后甚至是有一点心疼他们，也是快50岁然后60岁了，还在做这个，确实很辛苦，但是他们表情是特别的享受在其中的，他的坚持还有他的隐忍，这中间也会有很多的受伤的可能性，但他们依然一直都在坚持，包括动员全家人一起加入到这个传承文化中，我觉得他们的这个精神也是非常让我感动的。Authentic, it's very authentic. 就你说的原汁原味儿。Yeah, it's authentic. 明白。对我来说，这就像一个羊肉泡馍一样。实际上，因为我也是觉得他已经很成熟了。还有1分钟的时间。落地很重要，你到最后还是要能做出来。如果没有很好的把它传播出去，那这个文化真的是看一次少一次。而且我这一轮真的没有什么理性可言。讨论结束，请换新团回到位置。来，请我们传奇换新团做出你们的选择。第一位呢，就是我们的独竹飘杨柳。选择独竹飘的请按键。独竹飘真的是能和很多元素来融合，我觉得这三组换新团老师都有可能会选择独竹飘吧。哇，这个结果好意外啊。杨柳，我不知道你对这个结果。咱们这个独竹飘这个绝技本来也很局限，因为要有水和竹子，所以说可能很难实现，没有关系，还是挺好的，能来到这个舞台就挺好了。从我们这个分析来说啊，其实这个独竹飘的杨柳需要的资源，我觉得不是这个技艺，或者这个是把他本人的 IP 对做的极致。他的意思是你应该签一个艺人经纪公司。而且现在呢，其实杨柳的他的这个短视频现在的点击量也非常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独竹飘女侠，这复健行走天涯的这样的感觉，踏着一只竹子，哎呦，这个感觉真的特别的适合打造这样的一个IP， 只是因为我们设计方向的都不是这个方面的，但是没关系，反倒看到了更大的空间啊。好的，那接下来反排木古舞推荐人张新雄老师，谁会选择这个传奇项目呢？我特别喜欢原汁原味的，因为他这样才会给予年轻人的想象力。啊！再一次出乎我的意料。啊！
天哪，今天这个就有意思了。哎呀，今天这个太有意思了。对我来说，它就像一个羊肉泡馍一样。我跟你讲吧，但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也是觉得它已经很成熟了。哎，我还真想听听各位。据我所知，这个苗族舞蹈在大学里面已经成了专业的课程了。汉藏蒙维朝之外的还有苗族舞，所以他们传承不会失传的。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太担心了。这个我觉得不成为理由啊，因为那我们其他的几个项目现在传承的也还都不错，对不对？哎，行吧，心雨。这个木鼓舞和独柱飘是我的第一、第二的选择，但是你恰恰把第一、第二选项都放弃了，选了第三和第四选项，就不告诉我们原因，对吧？待会儿悬念再揭晓，行吧？不能说，行吧？就说明什么呢？那就说明我们后边的两组项目肯定会出现竞争的局面了。终于有意思了，终于有意思了。哎，这个火药味很浓，来吧。好，来来来，接下来第三个是中帆。到底我们三组传奇嘉宾谁会选择中帆呢？八秒钟计时开始。对咱们这个传统非遗项目都特别感兴趣，而且这互动也比较积极，看到没，都想试一试。我估计还是马老师的。哇、哦、天哪，这个结果我真的是太出乎我的意料了。终于有意思了，真的终于有意思了。哎呀，我们真的没有剧本啊！真的，这个完全没有剧本。哎呦，我真的我没有想到，我相信连你们自己都没有想到。那我是没想到，他一开的亮的时候，哇！我心里一看，我眼前也亮。我再一看，我师傅特激动。来来来，我们每一组都必须说出你们的这个理由啊！我先上点理性的啊。我这一轮我没有理性的，我只有感性。我们就是感性的，我们纯粹有理性。先谈理性的。第一呢，这个天桥本身是一个大的生态 IP 啊，所以里头的可能性非常多。第二种生态是人的生态，从传承到师傅到家庭，最后就是整个这个视觉的呈现，我觉得真的是原汁原味啊。这个原汁原味的这种视觉生态，构成了这个有无限的这种可能性。我作为设计师哈、啊。我现在还不能说啊，怎么来调整这个东西？一般说这个话的时候是还真没想好。没事，别掀你爸老底儿。但是我说的不能暴露出来的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可以理出很多东西。但是我跟博谦在讨论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想他的这种音乐的这个场景了。其实说唱音乐来自于街头。它也是民间艺术，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来自于街头的艺术。从某种程度上，这个它是可以在，因为它的性质是一样，它的这个所谓的契合点多。然后呢，我们现在呢，也是在往这个方向在考虑。对，好，冯文武老师，文武双全的冯老师啊，您现在待会儿您得好好考虑考虑，您得仔细听听，他们现在相当于拉票，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拉票环节，第二轮我们听一听。心雨和王老师，因为哎，我真的是全都猜错了，因为我想到的是这次中帆可能是会落选。田忌赛马的策略，你们想多了。不是策略，因为我看到中帆表演的时候，您的师傅张老师已经70多岁高寿了，仍然那么激情的。说哎，大家鼓励一下，大家来一点掌声。那个时候我是被你们的那种精神是感动的。哎，这种纯感性的这种因素呢，其实也是选择非常重要的一个卖点。关键就看冯老师他更在意什么了。我们也有后期很理性的方案。我们后期也有感性的方案。对。哎呀，那留给你们拉票的时间不多了，啊，你们抓紧时间吧。感性、理性都被他们占了，你们只能去在非理性和非感性之间去选择了。我们是又理性又感性。首先，两位马老师那边，马老师的音乐它是很红的，用歌能把中帆推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但是马老师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他可以帮助我们。我这是更加理性，这个是更加理性。
松勉香楼，我跟你说，你真是有智慧的人。这个东西要让我想起什么，就是一排楼各种店铺，然后其中有一家把自己的招牌写了一个入口。你现在就是这个策略，对吧？我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非遗去助力非遗。已经拍过的面人狼，我也加了联系方式，我也可以看看。老师他说的我都认识。那他也可以用这些所有的非遗的方式来帮您传承。最重要的一点，你所有的文创产品是不是要有出口？出口就是北京市工艺美术集团来。哎呀，就是我必须佩服小龙啊！还需要一点感性，那就是刚才我去拜访一下张老师，他是我的老师的哥哥。我在吉林艺术学院上学的时候，那个我有一个技巧老师叫张雪老师，他就是大刀张的世家，是他的亲妹妹。所以我说30年后我终于见到了大刀张，真的。小龙老师啊，我说真的，我们服了。真的。这个不仅仅是这个感性加理性，最重要的呢，小龙老师还使用上了中国人的独门绝技，就是攀亲戚。对，你知道吗？知道吗？这最重要的，这亲戚攀的是冯老师的，对吧？亲师傅，亲师傅。对，哎呦，而且我觉得吧，这个其实倒是也好，因为刚才我听出来了，因为各位呢其实都有理性和感性的成分，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他们真的是打动了他们的内心了，就他们真的是想为这个项目做出一些自己的事情。而且甚至不惜说，不管这个项目花落谁家，我们都是属于朋友圈的一员。哎，我觉得这个挺好，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大楼的那个招牌，现在其实就是缺个入口。现在这个入口在哪儿？彭老师啊，选择权就在您了。接下来我们交给冯文武师傅，8秒钟计时开始。每个人说出哪个心声都特别打动我。哪个平台都特别好，所以说呢，我也犹豫再三。非常感谢三位嘉宾，我选这组，第三组，小龙老师他们这一组。谢谢另外两组的帮助。这个故事教育我们啊。即便您有再多的这个才智、智慧和创意，最终还得有真情。我们也非常感谢男音庄老师，我们虽然没有合作成功，但是我们都是您的仰慕者，我们确实是发自内心的被男音折服。那庄老师也来说一说吧。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现在泉州有男音在进入校园传承普及嘛，然后呢我现在就是一直在推广说让孩子们学唱唐诗宋词谱曲的男音，因为孩子们在书本上学过熟悉，所以在接受起来呢肯定会更加容易，一下子就能把孩子和男音的距离拉近，这对于男音的传承普及我觉得是一个推动。很棒，我想跟他说，就是真的很棒，很好听，也会让自己感觉，心态也会更好，很治愈。我觉得它不单单是一个非遗的东西，它属于一个世界的文化。我们也再次感谢几位传奇项目的推荐人，谢谢各位，请台下休息。今天这一期非常传奇，最后的结果虽然是有些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之处，但是呢，其实在这里呢还有很多的惊喜，所以在这条道路上呢，我们也要感谢这些传承人和推介人。我们希望看到未来我们这些传奇项目能够锦上添花、大放异彩，焕新出彩，拥抱非遗之美。感谢大家收看《非常传奇》，我是主持人鲁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二手玫瑰，央视首秀。做传承不仅仅是技术要传播，更多的要传播这种精神。我让这种传统的形式能够跟得上时代。天哪！哎哇！因为我是一个面食爱好者，而且我也不知道他的点在哪。觉得这种艺术需要我们来帮助，合作还是放弃呢？请选择。